黑人陈建州遭大牙州一配公开指控性骚，陈建州控告大牙加重诽谤，台北地检署上个月首度传唤了陈建州出庭应讯，检察官14号也首度传唤大牙出庭，庭讯大约半小时结束，大牙也在律师助理陪同下从法院离开。来看看稍早画面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谢谢。他们敢知道吗？我们后会在脸书跟大家。 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小心，小心。全案目前已他自案侦办中，离开后，大牙也在脸书发文透露，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踏进北检，老实说压力真的很大。大牙也针对案件说明，过去几个月在寻求台湾、香港多方专业建议后，已经在香港的律师陪同下，到案发地的香港警局正式完成报案，也呼吁陈先生务必配合香港警方的调查。